大有波士的标哦，对这个群星邀约这个活动，每一天都可以做任务，各位哦，你看 W 的任务，每日任务做了两个，还有一个订阅官方 YouTube 可以完成一下。OK， 订阅了领取，然后再来就是 TikTok， 然后这个邀请好友，哇 ，W 终于有好友了，感谢啊！感谢 W 好友，这个别让世界静下来，原来是光追，这个是一个武器，这个是最好的奖励来的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拿到。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快枪手的什么这个出格手套。这个是也是加伤害的一个装备 ，OK， 加伤害的 ，OK， 这两个是最好的。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抽到我这个背包啊 ，W 是选择的嘛 ，W 本来是选择，但是如果选择的时候，应该会4月26号就直接会拿到了。所以好像是只可以选两个，所以我们不要，我们不要这两个，我们只要那个别让世界静下来，还有那个什么快枪手那个什么手套，那个紫色四星的。这两个是最重要的，各位，可是别怕哦，因为这个活动到5月24号哦，所以就算4月26号到了，我们之后还可以再每天登录，然后做这个任务，然后领取这个次数一直在抽起来，因为反正还会保底一个别让世界静下来 ，W 还有剩8次嘛，所以这个别让世界静下来一定要拿到哦，跃迁。怪盗的慧文手套，哎呀，竟然不是那个什么快枪手的鸡蛋糕，再一次，哎呀，奶奶奶，看来要保底了 ，W 鸡蛋糕每次都保底了。OK， 背包最好是空着哦，空给那两个手套，快枪手手套，然后那个别让世界静下来。